好像穿了个黑色的上衣。哎，他说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我怎么忘记掉了？对，叔叔阿姨们，啊，啊，看到没有？那边好像是有个人，好像是有个人影，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嗯，你们说我是叫他一声，还是说打个电话问一下呀？叫他一声的，咱们扣个一；打电话问一下的，咱们扣个二，好吗？我听你们的，叔叔阿姨们，我听你们的。嗯，对，我听你们的。都说叫一声是吧？小玉，小玉。我在这里呢，看到了吗？哎呦，真的是你呀！哎呦，那太好了，哥姐姐们，是他，他过来了，他过来了，帮我把加油打出来，我直接过去了，帮我加加油，我手心都出汗了，点点赞，好吧？小玉，哎呦，你过来吧。哎呦，哦，你从上面下来的吗？对，我们家在上面。哦，你们家在上面呀？嗯，那我们站过来点吧，公路边车子太多了，不安全。好好，你开车过来的呀？嗯，我开车过来的呀。我还以为你跟我开玩笑。没有没有，怎么会跟你开玩笑？哎呦，小月。啊？你这个服装蛮漂亮的嘛。服装？嗯。这个我们本地服装都这样穿。哦，本地服装都是这样的吗？对，都是这样穿的呀。哎呦，我的天哪，哥姐说们，你们说他们这个本地服装漂亮吗？有这个包也很漂亮呀。这个包是我阿妈给我绣的。哦，你阿妈帮你绣的包包吗？缝的，嗯。漂亮吗，哥姐说们？漂亮的，我们打个漂亮。哎呀，太好了，小月，你看你们这边风景蛮好的呀。山上嘛，空气也很好。有，那挺好，挺好的。哎呦，挺好的。哦，哎，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说我是现在说吗？还是等一会儿说呀？对，你们说我是现在说还是等一会儿说？现在说的你们扣个一，等一会儿说的扣个二。哎呦，这边风吹过来都是凉凉的嘛，小月。对，山里面都是这样。哦，都这样吗？哦，出太阳就会有点热，但是风呢是凉的，是吧？对对。马上吗？好的，哥姐说们，那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问他今天下午家里面几个人吃饭，好不好？行的话，你们打个行，好不好？哥哥姐说们，对。小玉啊。啊。嗯。下午的话，你们家里面几个人吃饭呀？今天下午。今天下午。啊。我们家四个呀。哦，下午的话你们家四个人吃饭，啊，吃下午饭。对。如果我去的话是不是五个呀？啊，对对对，还有你吗？哎，我去就是五个吗？对对。哎呦，太好了，我接个电话好吗？啊，好。哎呀，哥姐说没，我去的话就是五个，你们听到没有？下午他们家里面四个人吃饭，我去就是五个，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去呀，啊。你们说我要不要问是哪几个人吃饭呀？叔叔阿姨们，左上角呢，我给你们发了一个人人1000的福袋，你们抓紧时间去领这个福袋。对，你们说是要问清楚哪几个人吃饭再去呢，还是直接就去？问清楚再去的扣个一，直接就去的扣个二，好不好？哥姐兄们，我听你们的。对，嗯，问清楚的扣个一。嗯，对。小玉。哎呦，刚刚我接了个电话。啊，好。嗯，小玉啊，那你的意思是说下午我去你家吃饭，是我们五个人吃饭是吧？对呀。那除了我的话，你们其他还有哪四个人呀？其他，我还有阿爸阿妈呀。哦，有你，还有阿爸阿妈。对。还有呢？还有小西瓜呀。哦，还有小西瓜，你们四个。对对。然后我去就是五个，是吧？对对对。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听到没有？听到了，你们扣个一。左上角我给你们发了一个人人1000的福袋，你们抓紧时间去参与，去领取一下，好吗？哥姐说们，听到没有？听到了，你们扣个一。
左上角给你们发了个大红包大福袋，你们抓紧时间去参与一下好不好？哟，这边快下大雨了是吧？去家里面嘛，先去我们家，也快下雨了。对，先去你家吗？对，走。我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想不想去？我去方不方便呀？这个肯定方便呀。方便的是吧？方便。哥姐说们要去吗？你们要去吗？去不去他家？小玉啊，邀请我去他家，去你家吃饭吗？小玉。对，去我们家吃饭。我们家养了土鸡，下午我让我阿妈给你杀鸡翅。哦，你们家还养的土鸡呀、啊？我让你阿妈给我杀土鸡吃吗？对对，你再过来太辛苦了。朋友们，咱们去不去？去的话扣个一，啊，我听你们的。远不远呀？不远，就是顺着这个公路走就到了。我顺着这个公路走就到了吗？对对对，走吧。好的好的，各位姐妹们，那我们都去看看。哎呀，对对对对，都去看看。我们把出发打出来。车子能开上去吗，小玉？车子要不你就是先停在这里嘛。因为我们家还有一段小路，我怕等会就是进不去嘛。哦，车子不能开上去吗？啊，对。带点礼物，哥姐说们要不要带东西啊？要不要带礼物？啊，要的话你们打个要，好不好？哥哥姐说们对。哦，车子不能开上去吗，小玉？对，车子就放在这里就行了。哦，哥姐说们车子不能开上去。对，都说要带礼物是吧？那你们帮我看一下，看一下我这个，我走得太急了。哥哥姐说没，我走得太急了，什么东西都没带。你们觉得这个行吗？你们觉得这个行不行呀？觉得不行的话，我开车去镇子上，去镇子上去看看，好吗？哥姐说没，对。你们觉得这个行不行？啊，我走得太急，什么东西都没带。你们觉得这个行的话，我就拿这个了，我就不去镇上了，啊。那哥哥姐说们，他一共里面有八个，你们说是全部拿还是拿四个呀？拿八个的扣个一，拿四个的扣个二。对，我也不知道拿几个好呀，叔叔阿们，他一共有八个，还有加上这个小快乐，对，还有这个小快乐，一共八个。全部拿的扣个一，拿四个的扣个二。小玉呀、啊，小玉，小玉，来来来，我给叔叔阿姨他们带了点东西。啊，这个怎么还带东西？不用这么麻烦的呀。哦，不用，也不麻烦，不麻烦。他们都在家吗？对，都在家呢。哦，都在家里面呀。对。好的，哥姐说。走吧，那快走。快走快走，哥姐说，我们把出发打出来。把赞赞帮我点到十万，好吧，还差四万多。一会儿小罗出来给你们见个面，现在呢有点不方便，好不好？小玉啊，就是那个，前些年我听说你不是跟我说你姨这个身体不太好，现在好点了吗？对，他前些年就是我们从广东回来云南嘛，就是因为我阿爷他身体一直都不好啊，当时还是。挺严重的，他在这个床上都躺了一两年，床都下不来。哦，床都下不来吗？对，但是这两年我阿爸我们也一直在帮他走啊，带他去看。对，后面我和阿爸就是到我们绵绵那边啊，我们挨着嘛。哦。过去那边就是找啊，找了好久，找到一个东西，带回来给他喝了一段时间，就慢慢的就好起来了。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嗯。哎呦，你们这个竹子，有这个竹子会生笋子吗？这个竹子？哦，这个竹子就是生笋子的吗？对，我们这边种了好多这个竹子。哦，种了好多吗？对，都是种的一个竹子。哦，对对对，远还有多远呀？你们家？我不远，前面估计就到了。哥姐说们，我数三二一，你们再帮我点一波赞赞，好不好？马上就到了，好不好？哥姐说们，我数三二一，你们再帮我点点赞赞，好不好？谢谢你们，来，三，二，一。来，各位姐妹们，我们所有人对准手机屏幕，一起点点赞赞，好不好？我们把赞赞点到十万，行吗？各位姐妹们，因为马上就要到了，好吗？对，还有多远呀？就是这边上来就快到了吗？对对，前面就是我家。哦，前面就是你家了呀？你是在这个
对对对，我在开直播呢。就是马上过去到我们家接上了，我怕这个信号不太好，因为我们家没有安 WiFi。哦，就是说马上到你家了，进山了，怕信号不好。那边靠山嘛，啊，你看要不要就是先下了，我们先回家。哦，你的意思就先下了吗？对。哟，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哥哥姐说们下不下？朋友们呀，小玉说里面没信号，有点卡，你们说下还是不下呀？不下的扣个一，下的扣个二，我听你们的，意思里面有点卡吗？对，我在开着直播呢。嗯，对，因为我们家的话还是靠山了嘛，也没有 WiFi。哦，要从这里进去是吧？对，这个小路过去。哎呦，都说不下吗？叔叔，我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都说想去看看。想去看看。那这样吧，叔叔阿姨们，我们都去看看。我们直播间1600多个朋友都去把这个开关，开关给他按一下，按了开关以后，就不卡不出去了，好不好？哥姐说们，对，所有人啊，1700个朋友都去把这里开关按一下。哦，就是里面有点卡是吧？嗯，对。没事，我叫他们把开关按了一下就不卡了。哥姐说们，好了以后你们回来扣个一，我们就出发了，我就知道你们好了。好了以后回来扣个一，对，这里戳一下就卡不出去了，好不好？哥姐说们，对，好了，你们扣个一，我就不等你们了，行不行？哥姐说们，对。哦，还有多远呀？啊，不远了，就是前面就到了。哦，前面就到了吗？对对，这个小路过去就是我们家。好的好的，哥姐说们好了没有？好了，我就出发了。如果进去卡的话，你们打个卡；不卡打不卡，好不好？哥姐说们，对，好了没有呀？好了，我就出发了，我就不等你们了，好不好？对，我也不知道你们好了没有，我没看到字。好了没有呀，哥哥姐说们？啊，对。好了，你们打个好了，扣个一，我就走了，我不等了，对，好吗？啊，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好了好了好了，走走。啊，好了吗？哥姐说们，对，走走走走走，卡的话你们打个卡啊，卡的话你们打个卡，不卡打不卡，对，哥哥姐说们。前面这里就是我家了。哦，前面这里就是你家了吗？哎呦，哥姐说们到了到了，卡不卡？卡的打个卡，不卡打不卡。我们看看，这里就是你家吗，小玉？对，这就是我家。哎呦，哥姐说们好不好呀？你们院子怎么这么大呀？我们家院子啊是挺宽敞的。好不好，哥姐说们好。坐一会儿啊，我看看我阿妈他们在没。好好好，我先坐一会儿。好的，主播不敢露面。哥哥姐说们有多少？哥哥姐说们想看主播的。想看主播的你们扣个一，你们说我不敢露面，我鼓起勇气我出来给你们露一面，好不好？哥姐说们，对，有多少哥哥姐说们想看主播的不看吗？那不看我就不出来了。对，想看的呢你们扣个一啊，我看看有多少叔叔阿姨们是想看的，好吗？好的。哦，好好好，我出来吧。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好。哎呀，不好看，晒得有点黑。对，你们好呀，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我是小罗，你们叫我小罗就好了。很高兴很开心认识你们，手心有点出汗，好吗？很高兴很开心认识你们，哥哥姐说们。哥哥姐说们呀，你们说我要不要再给小玉一个包包呀？叔叔阿姨们，你们说我要不要再给个包包啊？要的话你们打个要。帅吗？真的吗？哥哥姐说们，真的吗？谢谢谢谢啊，谢谢。好的，谢谢你们，好吧，哥哥姐说们。对，你们说我一会儿要不要给个大包包？要的话你们打个要。你们觉得100个行不行啊？100个行不行？行的话你们打个行，扣个一，好不好？哥哥姐说们，行不行？有点丑，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吧，行不行？100个，行的话你们扣个一，好吗？叔叔阿姨们，好，可以，2635可以，我听你们的，今天，那这样，哥哥姐说们，你们要看小玉是吧？等小玉出来，我把手机给她，你们跟她聊聊天，叫她明天跟我去香港去旅游。行吗，哥姐说们，好不好？好的话你们打个好。对对，一会儿小玉出来你们跟她聊聊天，我去上个厕所，你们叫她呀明天跟我去新疆旅游，
好吗，哥哥姐姐们，能帮我说的你们打个一。哎，叔叔阿姨他们呢？我阿妈他们好像是出去了，没有在家。我给他说了，就说你过来了嘛。哦。他说他们马上回来了。他们马上回来吗？对，马上回来。哥姐说们，他们马上回来了，我们等一下，好吧？你们家厕所在哪里呀、啊，小月？我想去上个厕所。厕所就在旁边呀。但是这样的，小月啊，我在开着直播。我直播间有1000多个哥哥姐说们、我拿着手机去上厕所不方便、你可以帮我拿一下手机跟他们聊聊天吗？我帮你拿着吗、可是 我也不怎么会聊天呀。没事，他们都会打字，很好的，都会打字的、行 那我先给你拿着，你快点去哈、好好好、嗯、哎呦这个手机是你的吗？对，是我的。好的好的，哦，这个芝阿宝是你的吧？对呀、那个是我在用的呀。哦，好好好。你们好呀。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好，我是小玉。叔叔阿姨，你们能听得到我说话吗？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的打一个一，打个一在上面我看看。听啊。哦，都能听得到是吗、你跟他们聊一下，我去上厕所好吧。好，你先去。听得到的是吧，叔叔阿姨们好，我们这里是这个云南西双版纳啊，我是哈尼族，哈尼族的叔叔阿姨们，你们都是来自哪里的呀？都是来自哪里的？欢迎你们都到我们这边来玩啊。对，都到我们西双版纳这边来玩，过来这边旅游啊。来我们家做客。秦皇岛、长沙，还有江苏，还有广东的呀。那都是来自这个挺多地方的啊，都是来自这个五湖四海的阿姨们啊，叔叔阿姨们。重庆、浙江，对，我们阿妈他们应该是去这个镇上了，他们去镇上了，我给他就是这个打过电话了，叔叔阿姨们。真会说话吗？我不怎么会说话，叔叔阿姨们，我都不怎么会聊天。对他们很快就回来了，他们现在的话是在这个路上。对，在路上，我们离这个镇挺近的，马上就回来到了啊。怎么我看到有这个叔叔阿姨们说让我这个去旅游吗？叔叔阿姨们，你们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打一个是我看看。是呀，去新疆旅游。叔叔阿姨们，这个明天就去。叔叔阿姨们，这个我们明天可能暂时还去不了。对，因为我跟我阿爸上周从缅甸那边带回来一点这个东西嘛，就是一个我阿爷也在喝的一个东西啊，我们这边还要等这个商货老板，就是广东那边啊，香港的这个老板过来收。还要等这个我看一下，这个老板一个月过来一次啊，差不多还要等这个十几天，等老板过来把这个商货收走的话，就是我们再去嘛。明天暂时还去不了，叔叔阿姨们。不是吧，这个在啊，这个直播间处这个可以吗？叔叔阿姨们，直播间，我这个是那边大山里面山里来的东西呀，山里的可以吗？直播间，我只知道就是衣服呀、裤子那些可以在这个，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处理，就是山里面的东西可以吗？对，勇敢这个叔叔吧，对，就是那边绵绵那个大山，因为我们这边挨着嘛，可以。这个我不会弄啊，叔叔阿姨们，这个网上会不会太麻烦了呀？这个
对，那个商户老板他们还小月，你怎么样呀？你们聊的？聊得挺好的。挺好的吗？对，还给你。他们多久回来呀？我阿妈他们应该是在回来的路上了，我刚刚就跟他们讲过了嘛。哥姐说没？他怎么说？去吗？去的话你们扣个一，不去的话扣个二，好吗？小月啊，明天我们去新疆去旅游吧。明天哦，不是，我刚刚跟叔叔阿姨们都有说过嘛，就是明天我们暂时还去不了。为什么呀？因为我跟我阿爸上周才过去绵绵那边收了一点，就是那个我刚跟你讲，我爷爷喝了很好的那个啊，那个山里面收过来了一点嘛，就是广东那边有一些商户老板，他们都知道啊，我等他们过来把这个收走之后再去呀。哦，你要等广东那边老板过来收走了才去，要等多久呀？嗯，很快，他们一个月过来一次啊，这个月应该再过个十几天就过来了。哟，那有点晚，要不我在直播间帮你处理吧，多不多呀？直播间，这个不多呀，不多。直播间这个可以吗？因为这个是山里来的呀。可以，哥姐说没？可以的，你们打个一给小玉看一下，可以啊，山里面来的可以啊。我直播间1000多个人呢、啊。1000多个人呀、啊。那这个会可以给我们看看吗？是啥东西呀、啊？嗯，看看吗？行，你等会儿哈，我去给你拿。好，我们看一下。对，我们看一下。哥姐兄弟们，我们看一下是啥呀？对。哎呀，这边还有点肉。对。是啥呀，小玉？就是这个，我跟你说，我阿姨她喝了很好啊，这个我们这边叫这个金根牛蒡，金边牛蒡，就是绵绵那边啊，那边叫这个神牛根。哦，绵绵那边叫神牛根，你们这边叫金边牛蒡。对，这个我们国内都是没有的，我跟我阿爸都是到那边、这个3-4千米的这个高海拔上雪山上才能找得到，要挖下去1-2米深才挖得出来。哦，这样的呀。对。它这个好吗？这个好，就是我阿爷前些年啊，船都下不了，就是喝了一段时间，现在还能到地里干活了呢。哦，这样呀。对，我阿爷就是。有多好呀，你这个东西。多好，那我跟你说一下嘛，我跟你说一下，可能你就知道了啊，不然我这样说好，你可能也不知道他哪里好。你给我们讲一下。对，因为我经常帮我阿爸他们一起处理这些，所以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像你，特别是你啊，小罗，你看像你从这个广东过来，在外面这些大城市里面吃到的这些蔬菜水果，是不是都是这个大棚种植啊，打了这个农药还有保鲜剂啊，添加剂这些，保鲜剂催熟剂这些的啊。对呀、没错呀。你看，那你把这些蔬菜水果啊，带这些工业色素添加的，你拿回家去，是不是不管怎么去洗，你都是洗不干净啊，多少都是会有一些农药残留在上面的呀。嗯，对，那你看我们长时间把这些农药这些残留这些带工业色素添加的东西我们吃进去，那这个吃进去时间久了啊，你就会发现啊，你身边好多朋友都是这些地方，你看哦，这些地方都会黏黏稠稠的，堵堵塞塞的。哦，我爷爷就这样的。你爷爷这样呀？嗯，有的都这个地方都鼓起来了。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小罗，我跟你说，你说这些地方它堵住了塞住了，你不觉得它怎么样啊？那如果它是冲上去了到我们这些地方，如果是这个地方堵住了塞住了，这个炸掉了，你说这个吓不吓人吗？哟，那这样听你说是挺吓人的。对，这个我看我这么跟你说，可能你就是会不太清楚不太明白嘛，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你可能就知道了。对，就是你看，我们家有这个杯子，我用这个杯子给你打个比方哈。好。你看它这个杯子很干净是吧？嗯。我就把它比作我们这个30年前这个人的身体很干净，因为30年前呀，我们吃的这个蔬菜水果啊，还有鸡鸭鱼肉，这些都是自己家种的，自己家喂养的，所以都很干净是吧？嗯。那你看这些，我把这个比作平时我们吃到的这些农药农残还有带工业色素添加的这些，你看黏黏稠稠的。哦，这样呀，是吧？嗯，你看我们把它们吃进去啊，你看是不是出不去呀？哦，对呀。对，你看这个时间久了啊，这些带工业色素带这个农药残留的东西我们吃进去，时间久了出不来，有的这个10年有的20年，这个问题麻烦是不是就一系列的就来了呀？
哦，这样呀。对，那这个问题麻烦来了，我们第一时间是不是就要去看这个大白嘛？嗯，对对对，肯定找他嘛。对，那这个大白第一句话他都会怎么跟我们说嘛？哎呀，我一般去，我去过几次都是他说叫我多喝点水。多喝点水是吧？嗯。那小罗你看啊，这个矿泉水、哦、我们把它喝进去。咦，喝水也没有用呀。喝水也没有用是吧？嗯，就是你看啊，它这些不好的东西啊，这些农药残留，这些带工业色素添加的东西，它还是出不去，对吧？嗯。那我为什么就是会给你说我们家这个神牛跟它很好啊？你看哈。哦。哦。你看。这么厉害呀？对呀，你看我们去喝这个神牛跟泡的这个水，是不是就把这些带工业色素添加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就变化成这个大小便就出去了？哦，这样的吗？ 对， 对，这个出去了是不是就好了呀？哦，对，就是这样。你看我们现在吃的喝的都越来越好了啊，吃的喝的都是这些带工业色素啊，带这个添加的东西嘛。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人啊的这个问题反倒还越来越多了啊？就像人家说的这些病从口入嘛，你看长时间去吃这些黏黏稠稠的啊工业色素的东西，我们吃进去长时间出不来，你就会发现你身边好多朋友都是这个西瓜不敢吃，蛋糕不敢吃，怕吃甜不敢吃糖。哟，我姨姨就是怕吃甜不能吃糖。哦哦，你爷爷就是这样呀。嗯，对，这些情况很吓人的，有些朋友每天起来要去嘟一下这些地方，每次都是160、170，这个高家三兄弟嘛下不去。哦，对，还有的朋友就是会发现这个皮皮海鲜、大鱼大肉这些都不敢吃啊。这些地方你看，这些地方比这个天气预报这些还要准。哦，这样呀。对，有的朋友就会发现网上经常会这个辗转反侧的，数星星、数羊羊的，人家一天能睡7-8个小时啊，就你一天才睡这个3-4个小时的这种。小罗，哦，就是网上辗转难测的。对，有的朋友你还会发现他这些地方啊，一到这个病天换季，这些地方的这个冰冰凉凉的，又麻又木，这个手指头摸起来不像是自己的手指头，脚趾头摸起来也不像是自己脚趾头的。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吗，小罗？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的去吃这些啊带工业色素添加的呀，打了这个农药的这个蔬菜水果呀，我们长时间吃进去出不来，就是我们这些小零件啊给我们发出来的信号啊给我们发信号了，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这些地方，你看这些啊冰冰凉凉又麻又木的都是这样来的。哦，都是这样来的呀。对呀，你看像我们平时这个做个什么事情不得劲的啊，爬个楼梯1、2、3、4都上不去的这种，这个都可以把它喝起来，都很好使。哦，都很好使吗？对，因为我阿姨她前些年也都是这样啊，你看她这个手她这样都起不来，我阿姨前两年、哦、她现在都可以这样了。哦，这么好呀。对，就是因为就是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嘛，啊，这些都好很多了。哎呦，就是我姨姨她主要就是冬天呢比较怕冷，就是不能吃甜、哦、大鱼大肉沾都不敢沾。对对对，这些情况就是把它喝起来很好，因为我阿姨她前些年就这样，她每天我们吃饭她都不敢跟我们一起吃。我都不敢跟你们一起吃吗？对呀、因为她就是不敢吃糖，怕这个重油重盐嘛。哦，这样的呀。对，但是现在都还好，就是我们一起吃饭了的、哦、那到时候这个可不可以给我带两斤，我带回广东去啊。哦，行行，就是我给你带回去给阿姨啊还有叔叔阿姨们，他们都喝起来很好。好好好。对，这个你也要多喝点。好的好的，那谢谢了。有朋友们都是想要神牛根，哥姐说们你们都想要这个神牛根吗？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都想要的，你们扣个一。我帮你们问一下好不好。哦，这个你说这个是商户老板会过来收吗？对，就是广东那边香港那边的老板们，他们一个月会过来一次。哦，一个月会过来一次是吧？对。哦，广东香港老板过来收。哥姐说没啊，就是你说刚刚是哪几种情况可以喝这个喝了好呢？哪种情况，就是像我们平时有的朋友啊，这个西瓜不敢吃的，蛋糕不敢吃，怕吃甜不敢吃糖的啊，每天起来要去嘟一下这些地方才敢吃饭的，这个高家三兄弟啊，160、170下不去的，这些都可以喝啊。
还有像我们平时这个皮皮海鲜，还有大鱼大肉、重盐重盐这些都不敢吃的啊，这些地方比这个天气预报都还要准的，这些把它喝起来都很好的呀。还有像我们网上经常这个辗转反侧的，还有数星星数羊羊的，一晚上起来这个七八次的嘛，像人家啊一天晚上可以睡七八个小时，就像我们有的朋友啊一晚上才睡这个三四个小时的，这种这些情况都把它喝起来都很好使的哦，都很好使，就喝这个是吧、啊、还有像冬天比较怕冷的呀，这个冷风一吹啊，这些地方像带了个紧箍咒的，这些地方啊捂半晚上都捂不热的，冰冰凉凉的，这些喝起来都很好哦。各级上面你们听到吗？有这些情况的我们才去喝它，没有的呀就不要去喝它，因为钱呢不要浪费了。那我想问一下小月，你这个家里面这个大概我直播间现在还有差不多1000人呢，你说这些情况呀、哦、他们基本上都有。都有吗？那像这个你家里面有多少呀？那还有多少斤呀？我家里面这个还有这个我看一下，还有这个还有十斤吧，我们家还有十斤。哦，还有十斤是吧？对。那像你们这个是怎么卖的呀？怎么卖的吗？就是那边啊，广东那边老板过来收，他们都是340一斤。哦，广东老板过来收是340一斤是吧？对。一斤一个人可以喝多久呀？这个一个人也够喝一年了呀，一斤。哦，一个人够喝一年。对。哦，一家人呢？像这个一家人啊，我们一家人的话也可以够喝这个小半年了，我们家啊全家都在喝也够喝小半年。哦，就是说你说香港老板过来是多少？340。对啊。哦，340。主播我没有这么多钱了，158可不可以？这个是叔叔还是阿姨呀？好，我听你的，因为今天我都说了我听你们的。158就158，只有十袋十斤是吧？对，只有这么多。小月，要不就158给他们吧。158。158一斤呀。啊，因为我直播间有个叔叔，他一直都说有这些情况，几年了，他没有这么多钱，就158给他们吧。158不是小罗这个，我阿爸我们去就是绵绵那边去那边拿都要200多呀。哦，成本都要200多吗？对呀，这个。不够啊。没事，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吃亏、啊、也不会让你阿爸吃亏，这个差的我来补好不好？啊，你补给我阿爸呀，你说可以行吗？那这个那行就像你说的这样，因为这个是我阿爸的嘛，不是我的。那我跟哥哥姐说们说一下好吗？嗯哥姐说们对158，我听你们的。只有10袋10斤好不好？10秒钟以后我给你们上车，拍到了以后回来我叫小玉教你们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存放。这刚刚小玉说这几种情况的我们去拍，没有的不要去拍了。我这个主要是针对油盐糖不能吃的、高加三兄弟的去喝它。对。毛毛木木皮皮海鲜不能吃的、晚上辗转难测的，冬天比较怕冷的、对。哦，这些都可以去喝它是吧？对，有这些情况的都可以把它喝起来。就是没有这些情况就不用喝了。对，各级双妹，有这些情况的我们再去拍，我10秒钟给你们上个链接好不好？各级双妹啊，10秒钟以后呢我给你们上个链接，拍到了以后回来我叫小玉啊告诉你们怎么吃怎么喝好吗？各级双妹，3、2、1来上链接。来，各级双妹，左下方神牛根的链接啊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各位级双妹，只有10袋10斤，点进去地址电话不要填错，拍到了抢到了回来我叫小玉告诉你们怎么吃怎么喝好不好？各级双妹，有这些情况的我们去拍去吃好不好？各级双妹，对一共呢不是说半斤不可以，我就是我，因为呢这个不能半斤半斤做，它就是10斤，10斤呢我做了10份，10个名额好不好？各位兄弟们，来我教你们怎么拍，一共就只有10袋10斤，哦只有7袋了，有下单太快了，对，下单太快了，他们抢得太快了，
点开这里小红车点去抢购，免免山货神牛根，地址电话不要填错，好不好？哥几说没对，158呢是一斤啊，是一斤，一斤一个人可以喝多久呀？嗯，像这个一斤也够我们一个人喝一年了呀。哦，一斤够一个人喝一年。好，往下面滑，只有七袋了啊。往下面滑，这里有支阿宝支付，有抖音支付，还有这个支阿宝支付。哥几说没，你们喜欢用什么支付的？你们打个勾勾。对，喜欢用什么支付打个勾勾，提交下订单，输入你六位数的密码啊，付款成功了，你就是拍到了，好不好？拍到了以后回来，我叫小玉告诉你们怎么吃怎么喝。只有六袋了，哥几说没，对，只有六袋了啊。你们自己有这些情况的一定去拍好吗？小玉，那你教一下他们怎么吃吧。怎么吃？就是像平时我们啊，这个一个人喝的话，就拿出来这个一片，这个一片泡到我们平时的这个茶杯啊，或者这个保温杯里面啊，然后就放这个倒开水进去泡嘛。像平时我们怎么泡茶的，我们就是怎么去泡这个神牛根就可以了，叔叔阿姨们。那如果我们家里面是有这个全家人喝的话，就拿出这个两三片啊，两三片就够了。放到我们这个大的养生壶里面啊，放三四片进去，然后我们就加水进去煮，煮这个十几二十分钟，把这个水煮开了，倒出来就可以全家老小的一起喝了啊。然后这个喝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反复的去掺水啊，反复的去掺水，然后又去煮开倒出来喝，三四片够我们全家老小喝一整天了，叔叔阿姨们。哦，这样呀。对，像这个喝完了之后，到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啊，喝完了也不要浪费了。这个神牛根啊，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像平时我们嚼这个甘蔗一样，把它嚼了，然后把这个渣子吐掉就行了，叔叔阿姨们，不要浪费了。哦，不要浪费了，哥几说们，你们听到没有？啊，他说这个成功这个，你看，他说这种可不可以喝呀？哪里？他不能吃皮皮海鲜。哦，这个叔叔吧，这个叔叔这些情况你就是要找他，把他喝起来啊。可以喝，它主要就是皮皮海鲜这些不能吃啊，这个可以喝。哦，这吧，这位家人你就是要找他了，比如说皮皮海鲜不能吃的，高家三兄弟的啊，把它喝起来，就可以了。基本上这个小孩可以喝吗？可以啊，像这个小到一岁，老到99岁啊，都可以喝，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哦，都可以喝吗？对。哎呦，哥几上面只有最后三份了，好吗？只有最后三份了，怎么存放呀？存放哦，它这个存放也比较简单的，就平时我们用完之后啊，给它拿出来之后，把这个封条给它封紧嘛，就放到这个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呀。哦，这样就可以了吗？对，就可以了，比较简单，它这个储存方法。能放多久？能放多久？这个放的时间越久它越值钱，放上个两三年三四年都没问题的。哦，放上个两三年就可以吗？两三年都可以。哎呦，哥哥姐说没，你们都听到了吗？哥哥姐说没，左下方呢还有最后两份啊，那你再给他们讲一下，只有最后两份了，哪些朋友适合去吃，适合去喝的，我们讲了这个就不讲了，好不好？对。叔叔阿姨们，就是像这个神牛根，它就适合我们有这些情况的啊，像西瓜呀、蛋糕不敢吃，平时怕吃甜不敢吃糖的，每天早上起来去嘟一下这些地方160、170的这个高家三兄弟嘛下不去的啊，这个可以喝。还有平时我们这个皮皮海鲜呀、大鱼大肉这些不敢吃的，这些地方都比这个麻麻木木的啊，经常这些都可以把它喝起来。对，还有像平时我们晚上经常会辗转反侧呀，这个数星星数羊羊的，一晚上起来这个七八次的，这些都可以去喝啊。哦，这些都可以喝是吧？对，还有我们这个有的朋友就是冬天会比较害怕冷啊，比较怕冷，这个被子里面去捂半晚上都捂不热的啊，这些都可以把它喝起来。哦，这样呀。对，这个喝都可以喝，这些情况都可以喝。那可以泡8+1吗？8+1可以，就是有的这个叔叔还有哥哥们嘛，平时喜欢喝这个8+1的话，像我们这个2两的这个神牛根啊，就可以去泡这个15斤的酒了，8+1啊，泡高度的啊，这个50度以上的这个8+1，然后泡上一个星期就可以喝了，叔叔阿姨们。好的，叔叔阿姨们，只有最后一单了哈。
左下方这个小卡片里面还有一份，还一单一斤，一个人可以喝一两，一家人呢可以喝小半两，好吗？各位兄弟们，点进去看一下，能付款就是还有，不能付款呢就没有了，好吧？就是拿回家去泡茶、煲汤、炖鸡鸭排骨，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都可以。对对对，像平时喜欢这个煲汤炖汤的叔叔阿姨们嘛，平时煲汤炖汤的时候，煲这个鸡汤呀、老鸭汤、老鹅汤，还有这个排骨汤啊、鸡鸭鱼肉这些都可以。煲汤的时候就拿出这个三四片、四五片啊，就放进去这个锅里面，和这个鸡鸭鱼肉一起炖、一起煮啊，把这个肉煮熟了，汤好了。这个神牛根也就是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哦，就可以吃了是吧？对，可以吃了哦。一斤是小孩老人都可以吃都可以喝是吧？对对对，老人小孩都可以喝的。因为呢叔叔阿姨他们年龄有点大啊、哦、所以说呢、哦、给他们讲细一点、哦、因为我怕他们不清楚、啊、就是几个点嘛、啊、油盐糖高加三兄弟的，对对对，喝它很好、啊、是吧？对对，皮皮海鲜不能吃的喝它。 嗯这些毛毛蹦蹦冬天比较怕冷的，平时不得劲的喝它，对不对？对对。好的好的，各级双门你们都清楚明白没有？抢到的各级双门付款成功的三到五天可以收到货，这个东西呢就不讲了，好不好？各级双门，对，坚持的喝起来是吧？对，坚持喝上一到两个月啊，它这个就很好了啊。嗯，好的，那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好吧？其他还有啥呀？其他的，我看一下，我们家还有一点这个。哦。各位双门，你们听清楚听明白没有啊？就是你们有刚刚小月说这些情况的，我们再去喝，好吧？你们拿回家去好好感受一下啊。小月呢我相信她啊，你们相信我就行了，拿回家去喝个半斤八两，如果你觉得对自己帮助不大不喜欢没关系，我们当交个朋友，你给我飞回来，你的幺五八还是你的幺五八，好不好？各位双门，对，能付款就付款成功就是拍到了，不能付款呢就是没有，好不好？各位兄弟们，对，但是就像小玉说的，一定要坚持的喝。还有啥？小玉，还有这个你看这个你认识吗？这个也是我阿爸就是从绵绵那边山里面拿过来的。各位兄弟们，你们有认识这个东西的吗？哎呦，这是灵芝孢子粉呀。对，灵芝孢子粉，这是好东西啊。这个我知道，我爸妈都在喝呢。哦，都在喝呀。嗯，对，它这个灵芝孢子粉啊，它被称为九大仙草之首。哦，你看，就是这个灵芝上面喷出来的这个粉粉。哦，就上面喷出来的粉吗？我跟你说，小罗啊，像这个60斤的一个灵芝啊，它一年都才喷得出这个一斤粉呢。哦，60斤的灵芝一年才能喷一斤粉吗？对，这个很稀缺的。哦，这么稀缺啊？对。哦，这那这个都有些什么好处呀？吃这个、这个吃这个的好处吗？它这个，但是你这个是山里面来的还是大棚养殖的呀？这个肯定是山里面来的呀，我阿爸从绵绵那边收过来的。那这样小楼，就是我先教你啊，我先教你怎么去区分它这个是山里来的还是人工养殖的嘛。哦，好好好。对，我倒杯水啊。对对对对，哥姐说没、这个、因为我跟你说，小玉不是说不相信你，因为啊现在市面上人工养殖的太多了，那种孢子粉喝了没有用，知道吧？对，这个我知道。你看，像我们家这个山里面过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啊，它都是有三个这个外在表现的。哦。首先就是你倒一杯这个50度的这个温开水，你可以看一下，像我们这个山里面过来的话，你直接倒进去啊，这个孢子粉，哦，它是遇到水自动下沉的，而且它这个下沉速度很快。哦，就是说山里面来的下沉速度很快。对，对，一般它这个10到15秒它就全部下沉了啊。这样吗？自动下沉。哦。如果你说是那个人工养殖的啊，大棚里面那种，你倒进去，你要用勺子去搅，它才会下沉。哦，这样呀。你看，对。哦。哦，哎呦！你看，哦，确实你这个下沉很快呀。对，它这个下沉速度很快，你看我都不用去搅它，不用勺子去搅它就下沉了。哦，这样的吗？对，第二就是你去看它，看它是不是会挂壁？你看小罗，就是上面有一层这个薄薄的这个灵芝油吧？对，看到没？哦，对对对对对。你看，哦，这个就是灵芝油吗？对。像这个如果你说是这个大棚人工养殖的，它不会有这个灵芝油的，不会这个挂壁，
就是山里面来的，它会有啊，会有这层薄薄的这个灵芝油。嗯。嗯，第三就是我们可以用嘴巴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像这个山里面来的话，它入口似花啊，它不会卡脖子，也不会这个不会发苦，不会发涩嘛。哦，这样吗？如果说你是这个人工养殖的啊，你这个喝下去它会有一股这个它会发苦会发酸，像这个山里面的你喝它，它就有一股这个淡淡的菌香味。哦，那这个喝了有什么好处啊？哪些朋友适合去喝呢？这个的话，像你看平时我们这个经常注意力不集中的呀，老是忘东忘西的啊，这个拿着手机找手机的这些情况啊，还有平时我们有没有这个、平时注意力不集中、拿着手机找手机的可以喝它。对对，还有平时我们这个有没有就是住在这个海边的朋友，经常吹空调呀，经常喝冷饮的这些。哦，就是湿湿漉漉的是吧？对对对。哥姐上面有吗？有这些吗？有的话你们打个有，好吧？还有呢？对，还有就是平时我们这个就是那个棉什么什么力啊，那个下降啊，棉什么什么力不足的、这个。可以喝哦，棉什么什么什么力不足的，棉什么什么力下降的，喝它，对不对？ 对， 对，还有就是像平时我们这个西瓜呀、蛋糕呀，还不敢吃的，害怕吃甜，不敢吃糖，每天去嘟一下这些地方，160、170啊，这个高家三兄弟的也找他喝它。哦，也喝它是吧？对。还有像平时我们有的朋友啊，有的朋友就是这些地方一抓一大把一大把的。就洗澡呀、地上都是，第二天睡觉起来，枕头上这些地方，这个一把一把的这些，哦，喝，哦，就喝这个灵芝孢子粉是吧？啊。哦，高级双妹，你们都清楚明白没有呀？还有没有呀？什么？哦，就是这几种，晚上辗转难眠的。哦，对。一天晚上睡三四个小时的，喝灵芝孢子粉，还有就是第二种，什么免什么力，下降的。对。什么免？下滑的，对不对？喝它。对。还有早上起来一抓一大把掉的。对，这些地方一大把一大把掉的。哦，喝它是吧？这个灵芝孢子粉呢，我倒是知道这个东西好。这个，你家里面有几斤呀？家里面，这个我们家应该还有这个，我看一下哈，还有四斤。还有四斤吗？还有四斤，我带一斤回去好吗？带一斤回去。行呀、行，带回去给叔叔阿姨们，他们都喝起来。对，因为山里面来的灵芝孢子粉很难遇得到，很稀缺了。我要带一斤回去，那还有三斤是吧？对。三斤的话，直播间还有600多个人。啊。我这样，我半斤半斤的上。半斤吗？半斤。那像你们这个半斤是多少呀？这个半斤的话，它都是。你等会儿哈，我们家有装好的，我给你拿一下。好的好的，等他去拿一下好吗？哥哥姐双妹啊，哥姐双妹，你们听清楚吗？这个来自大山里面的灵芝孢子粉啊，辗转难测的，什么免什么力，先天资本不足，后天资本下滑的，就